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龙龙魔山上，前方地势开阔，需提防刘氏伏击。 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 剑化风光，结束。 浪费呀！
结束。严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严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严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泉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似乎是记录着当年三族大战之时，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烽火。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神。天魔女魁羽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计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严波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
魔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善用魔气，无胆量。you